怎么还真是你啊？放开我！我陆明渊，你这个混蛋！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典型例子江少凯。还想进我陆家的门，做梦！陆小西，小西开门！江少凯，我看只有陆小西能收拾得了你。切！哎，有流星！希望陆伯言永远别来烦我了。大姐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哎，这么一个美男子放在你面前，居然不动心？好看吗？不好看。姐安，还不快上来？人家可是国民老公啊！陆总宽肩窄腰，好身材啊，人长得又帅，还知道心疼老婆。姐安姐，你也太幸福了吧！算了吧，人家的官配可是韩若曦。我跟你们两个已经说过了，我们只是合约结婚。合约期限一年。一年之后，咱们就一别两宽。婚姻可不是儿戏，我们应该谨慎对待。一年之后，谁知道会怎样？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，我也认定了你会是我陆伯言的妻子。来到我讲堂来，你不要乱来。你们根本没有真的结婚，不要再对我这么冷漠了。伯言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吃晚饭？你们一年之后就会离婚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，我们拭目以待。陆伯言，你疯了吗？你误会了，我看得出康总喜欢苏简安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如合作一把，我保证苏简安会是你。闹够了没有啊？要么他退出这个项目，要么你退出。我不需要你的安排。好，陆伯言也将是我的。我退出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原来你一直都在我的身边。想我了吗？想了。陆少的暖婚新奇，这有什么好的？别忘了你的身份，只有我才有资格让你流泪。原来你还有这种癖好。长夜漫漫，要不一块睡啊？赶紧动，我还等着呢。别控制不住你自己了。怎么创作嘛？嗨 Siri， 你谈过恋爱吗？留一盏灯的感受，不及你爱的拥抱，只有你能治疗。你不要乱来哦。无论你怕说的外表，只想要紧紧的抓牢。从没想过松掉。好看吗？陆总宽肩窄腰，好身材呀、啊！人长得又帅，还知道心疼老婆。人家可是国民老公啊！美丽的女士，我有幸邀你跳一支舞吗？放开我！闹够了没有啊？谁啊？是我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啊！你这个死变态！你干嘛？陆总，哎，陆总，别走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热死我了！哎，陆总，别动！没想到陆总喜欢这样的风格，你还满意吗？嗯。苏景安，不准走，不准离开哦！等我，等我哦。